鸟终于呜嘘呜嘘呜嘶呜嘶呜呜。哎，啊，你不是要起床了吗？站的话，一般高速公路都故意放那个警察。呜呼，来吧！我们的早餐，早餐就是要吃饱一点。对。哇，早餐吃个真棒！是这样够吗？还是不够？算是不够啦，不过就将就点嘛。不然他吃太多东西的话，就不用钓鱼。好了，那等一下我们吃个早餐，吃完之后我们就去钓鱼吧。开动。好，我们就来看一下这边有什么货吧。我们先拿0.6克的汤匙试试看。脆蕊，哦，现在风好大啊，有点不太优啊。后来我们就用 RB2 来试试看，看到底咬不咬吧。不许，没有，我们再一次。来，再一次，我们来跳底跳看看。哎，有有有，哦啊啊！可恶！放枪！哎，终于呜嘘呜耶哦耶！哎，泰国鲫鱼 ，yes！上次的遗憾呢、啊？泰国鲫鱼，我觉得可以耶！耶、yeah! ，安安，是啊，你看我中什么？哎、欸，哇！史宾娜贝中琵琶鼠。后来，催泪。这边平望过去，有非常多水花在那边炸、欸，可是感觉底下很多障碍物、啊。没关系，我们就来钓钓看，看这边有没有货吧。哎呦，终于，不许，哦，终于啊！哎，福寿，怎么是你啊，福寿啊！哦，什么东西？为什么这里面也有福寿鱼啊？后来，水蕊，后来。我们先让钓底不要动，好嘞，开始跳，来再跳，啊，终于，呜，呜，呜呜呜呜呜，中了，呜，不要钻洞，孩子，呜嘘，呜啊，这什么东西？顶，呜，哦，哇，这是。应该是那什么东西？后来，水蕊，跳一下，
腰。腰终于呜嘘呜嘘呜嘶呜嘶呜呜呜呜呜呜呜，太过力呜，中太过力了，哇，有中了中了，呜，来，三二一，哇哇，哦哦，哎，可以耶，好，那等一下我们就准备前往下一个目的地咯。现在来到礁溪的新奴役钓虾场。哎，现在风有点大。对啊，你知道那边是中央山脉，落山风直接往我这边吹。对啊，然后我们刚刚的牛排跟猪排都被吹走了。对，大家可以看一下片段。吃的超微大的肉，吹着凉风。我牛排肉飞掉了。没有路灯，这猪排飞掉也没有比较好，好不好？我天哪，吃不到肉，130呢。我们继续讲了。啊，讲完了。哦，真的是风好大，好大。对，就是等一下我会跟 Omega 一起来钓这家钓虾场的综合池。我今天是来练功的。然后我也是来练功的。看看土豆师傅如何操作钓虾。哦，唔通哦，也省操作，没问题。好，来吧，那等一下我们先去凉水深，再开单做钓吧。没问题，好吧 ，Go。好，然后在这边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的枪箱，这是我旅行用的枪箱，就是一个小盒子，就可以把我该需要用到的装备都放在这里面，然后这里面。通常我会放水深棒、剪刀，还有这种钳子，还有浮标。然后水滴钩、钓子我都准备好了，它只需要线组跟钩子还有浮标就够了。哦，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水滴钩钓组哦。这水滴钩钓组我是绑这种传统插座的钓组，就是一个传统插座，然后前后两个挡兜。然后还要配一个台式的八字转环，这样子就是水滴钩的钓足。那等一下我们就来量水深吧。那我们在量水滴钩水深的时候，我们要将水滴钩是绑不长不短，是刚好等长的线距。然后我们在量水深的时候，我们要将水滴钩打开，然后向外转，转出去。再去量我们浮标的水深，那等一下我们就可以准备开单做钓咯。你好，我想要开两个人的综合池，两个小时，走吧。好，那我跟 Omega 已经各开好两个小时的综合池咯，那我们来做钓吧。柜台姐姐是田姐儿哦。哦OK 啦 ，Go。
油耗了，油耗了。就说水滴沟油耗就可以直接开枪。哎，虽然它是正吃啊，但是它两沟都上去了，水滴沟就这么无敌啊，超无敌的。油耗喽，三、二、一，有，三、二、一，有，哦，他冲出去，哦咻，哎，公虾哎，结果正吃的，结果玩水滴沟还是正吃啊，好像油耗喽。水滴沟也是玩正吃啊，我觉得这就是命了，没关系啊，我们来解沟吧。那我们来量一下，我们钓两个小时650元综合池有多少虾吧。哦，那我们来算虾量有几只吧。一、二、十。哇，我钓两个小时有10只虾耶。OK 啦，因为钓虾本来就是休闲啦，有时候会咬，有时候不会咬了，这都是一个运气而已的。那我们来称有多重吧。我们今天用台斤来计算有多重哦，手秤已经归零哦。13两，给各位看一下，13两。今天钓两个小时。总共有10只虾，13两，我觉得这个量，然后也有可能是因为我对于水滴沟非常陌生，所以才有这个成绩，也说不定，有可能是我个人的问题，所以只有这个量而已，好不好？这样子一日来回钓游还蛮充实的，很充实啊，没问题。我们将近22个小时没睡，哦，有一天没睡，快一天没睡，好累哦。好，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喽，拜拜。拜拜。